哦，我们现在呢，要做的事情是去下载一款加密软体这是一个自由软体，我们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就可以取得了。首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关键字是 GPG Going。好，点入第一个应该就是，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它有分为英文版跟德文版，那我们直接去它的下载的页面。这目前是在2015年9月9号的一个版本所发表的版本。那它的事实上它的程式软体也不是很大，然后我们直接去下点它去下载。好，我们就将它做储存。下载完成了，好，我们接续要做安装的动作。这边刚刚按是。好，进入安装的页面，NS。你简单看一下它相关的一些那个说明，NS。我们建议安装的时候，同时点选这边的 GPA 这个软体，接续按 Next。它安装的目录你可以直接就用系统所预设的，Next。我们希望是在我们的桌面的接近，同时也有个 Quick Launch Bar，都点选，然后按 Next，安装，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情况。紧接着下一步，基本上我们已经安装完毕那我们也可以稍微多看一下它的 README 的这个档大致上它自己会对你安装的一些内容做一些说明。